分哦，咱爱时时啊，克制自己啊，不犯错误啊。假使咱有犯错，应该即时忏悔。那咱的心意的内底啊，绝对呢唔通染着贪嗔痴的业吧。这是咱时时爱自我反省。现在再讲吼，六道四圣啊，今日发落向十方佛尊法圣众皆悉忏悔。咱正面既然讲，咱家己的心伫咧乱，也嘛恼乱了圣贤，何咱呢？起了这哦，行杀烦恼流转呢，在这个六道四圣，六道大家人拢知了啦，就是啊，天人修罗，地狱五鬼畜生，这呢是啊六道啊。在这六道的内底呢，都无离开四种的形态，那就是乱性、胎性、湿性、化性，在这四种的形态中，都是轮转在这六道里吼。所以啊，咱在这人生嘛，看尽了六道。同款伫这个人界内底，同款有六道呢。哦，看到人伫咧享受啊，好亲像天人啊，会享受同款。爱什么有什么啊？那随心所欲伫咧享受的人，也嘛有伫咧享受中啊。但是真无修养，脾气真歹啊，刻薄下面的人啊，等等啊，这呢是天人中的修罗。所以人啊，一人中善恶参半，你讲伊恶吗？伊恶嘛是有善的一面啊，讲伊善嘛嘛有真多呢，真无好的习气啊，这种善恶参半呢，在这个人间。但是呢，有一类的人啊，真正唔是人啊，你讲伊呢，好亲像畜生同款啊，人伦道德啊。拢总无，亲像这种呢，乱了人伦啊，这个精神同款啊。那有诶呢，畜生，咱会当头看会到呀。伫人间，咱会当看到真多呢，甲咱人无同款的行为吼，这嘛是畜生。伫畜生中，阁有地狱啊。人嘛是同款呐吼，伫咧受苦受难呐、啊，真嘞，对啊，人间都会当头看到真多呢，生不如死的这个苦受，所以讲六道啊，伫人间咱都拢看会到，伫人间的以外呢，天地啊。你讲你看不到，但是咱爱相信。佛陀呢，是不共一家，不忘一家，所以咱爱相信佛陀所说。除了这个六道以外呢，咱所要求的是超越六道。
超越六道呢，就是啊，现性的境界。现呢就是菩萨，性呢就是佛啦。那么，咱若会当到佛菩萨的境界，咱的心嘛，都袂讲哦，动不动啊，被这个业力给咱牵制，给咱影响着。安尼呢，咱拢定定都是在六道中，袂当通好出离啊。所以咱若要爱讲哦，袂搁再对六道塑形啊，唯有呢，咱爱时时忏悔啊。前面咱讲，因为烦恼呢，真侪烦恼，塑现性呢。真烦恼啊！菩萨的主眼是众生啊，佛陀呢是众生如一主啊。来看看咱众生伫咧作业，看看众生伫咧不受教啊，真正伊的心真艰苦呢，所以都爱不断呐、啊。对着众生的第六道中啊，安尼就是干那一念，要来救拔众生。但是众生真不争气啊，也不争志啊，所以呢，一直一直都是安尼受牵连呐，安尼牵扯不休啊。所以就会扰乱着现象哦。那不止哦，搁在呢六道四相，咱也是同款呢。安尼无不伫咧扰乱，但扰乱人甲人的中间呐、啊，人甲人的中间有时是对立。有时呢，什么代志都跟咱都无关系，啊，咱干那要伫这个中间呢，烦弄是非啊，这种呢，那就是扰乱六道啊。这个六道四相无不扰乱吼，真呢，嘛是咱伫咧作业啊，有诶呢，那咱若看到遐畜生啊。是鸟还是狗？你无喜欢呢？安尼行过甲踢一个啊，或者是甲骂一个吼，那嘛有啊。这六道中呢，咱拢总呢都是伫咧扰乱吼，如是定罪啦，遮尼正罪，这个罪过吼，咱今仔就开始啦，咱来真正的虔诚。每天我都说要改心虔诚，改啊，要常常提防着咱的心。那么，咱要真正的谨慎啊，日常的生活中要警戒家己，待人接物啦，开口动舌啦。举步动足啊，一切的生活呢，咱拢总爱点啊提防警觉的心，咱来真正的谨慎，对人对事对物，咱呢拢爱恭敬啊，那咱爱敬重，咱的日常生活中养成了这些习气呢，这个习惯啊养成啊。那对人呢，无不都是爱，所以伫六道四相的内底呢，咱拢会甲人结好缘呐。所以戒心虔诚的意思呢，就是感恩尊重爱。咱若养成安尼的习惯呐，咱绝对呢袂去扰乱现象。也嘛未去呢，去触犯呢，四生六道吼。所以，咱一世人虽然咱会晓，不过呢，咱
也都爱忏悔。忏悔伫咱过去啊，咱拢总未晓，所以无听到咱已经甲四生六道啦，有结着缘啦。所以咱即当阵呢，积极的爱解啦吼，爱解开这个结啦，爱赶紧逃开，唔通过呢，安尼修好还是还再结掉嘞吼，那。这就是咱应该爱时时忏悔，啊，要对倒位忏悔？当然呢，咱每早起啦，咱向诸佛菩萨来三宝的面前来忏悔吼。那甚至呢，在日常生活中，佛心看人，人人是佛。菩萨心看人，人人是菩萨啦。咱用修养的心来看人，人人拢是修行者。所以呢，咱来时时刻刻敬向十方三宝，戒食忏悔。这就是咱每一天啊，咱应该爱有的心态吼。再落来的文呢，就讲。愿地主众等诚实忏悔，意业所起，贪嗔痴等一切烦恼，咱向三宝敬，咱真正的虔诚的忏悔，忏悔呢，这个心啊，一定爱安尼提起，那。愿忏悔都要有愿呐，咱若无有立愿呢，咱都无有忏悔的心。所以啊，咱发心立愿呐，过去的咱唔知，无定着已经有结着这种的因因缘缘呐，结仇连祸啊，无定着是真多。哦，那咱从现在立愿呐，那地主众等，咱家己呢参加呢，那现在周围大家人啊，应该啦，诚实忏悔，就是啊，有这个因缘，在这个时阵，大家人集我来忏悔，这个中间上重要呢，就是意业。咱现在所要忏悔呢，就是意业所起，贪嗔痴等一切的烦恼。所以咱逐天逐天拢总是伫咧讲心嘛，心就是意嘛，一种起心动念嘛，就是啊，从咱的内心。啊，说起来呢，伊迄个烦恼啊，无离开贪嗔痴慢疑哦，所以叫做定。除了贪嗔痴以外呢，阁是五慢疑邪，所以有这五种的毛病啦，拢是伫咱的心呢，每一个时刻伫咧起起落落。这种的烦恼一起来呢，实在是不可收拾哦。那自然动作都起来，所以咱应该啦，爱地行困道吼，用真正的地行的心，真虔诚的心嘛。那无有真虔诚心的念力啦，那。咱无法度通灭除这个意地所起一切的贪嗔痴的烦恼，就有缘才有难嘛。真正爱立志立愿，这个力量呢，咱才有法度通好来灭除呢这个意地所起一切贪嗔痴等的烦恼。所以，请大家啦，真正。忏悔啊，都爱立愿呐，爱下定决心呢。这个力量，你若无虔诚恳切，
这个心意来忏悔啦，你无法度通去消灭遐个罪业，业都未消啦，要哪会当生一起功德来呢？那么这功德呢，是对到位生出来呢？那就是生生世世，那会当积交万种。咱的骄傲啊，好亲像树立起来吼，迄个洞啊，洞。就亲像咱那去寺院看到吼，安尼迄个吊吊的，迄个洞幡呐，或者是呢，看到人那伫咧仰仰老人吼，那啊都有压迄个洞幡呐，洞就亲像迄个盖咁款，啊惊到晒日啊，迄种的物件。但是呢，这个洞的意思啊，就是讲迄个树立起来。好，在我们的内心输入去了这个动，就像动翻一样，这种的动就是这种的中式，那热改的意思，那这个骄慢，有的人呢是因为啊，哦，我什么都很好，我什么都很会，所以我生出了这个骄，我有名，我有利，我有顶顶呢。他有这个骄慢的心，啊，有的呢，就是啊，因为什么都未晓，什么都对人未到，他嘛是同款有一个慢哦。所以呢，七骄八慢呐、啊。过去我捌解释过去，骄有真侪种的骄，慢有。八种的这个慢呐、啊，所以叫做七骄八慢呐、啊。总是呢，这个骄慢的心态有种种，那咱有法度呢，迄、那个力量啊，该拆落来这个骄慢动吼。那再来呢，是结爱欲罪啊，灭尽悔悔，这爱力量啊，那。爱欲啊，人讲这爱欲亲像千秋浪吼，那这苦海万丈波啊，真正呢欲都好亲像迄个水同款，会沉溺落去吼，世人啊会一直沉溺落去，都是因为呢这个爱欲。水会沉不了咱的人，咱人呐、啊，那未晓游泳的人啊，咱若跌落水落去呢，那就真紧就被水淹死哦。所以讲起来啊，爱河千秋浪啊，那苦海万丈波啊。所以呢，那有了这个爱呀、啊，贪爱的心量。那咱都是苦不堪言，迄、那个意志呢，都无法度好坚定哦。你看，吃毒的人啊，饮酒的人啊，跋筊的人啊，或者是呢，去互色迷去的人啊，遐个人呢，拢总亲像呢，去互这个欲水解沉，吼、哦，去解淹着同款啊，那。这那无赶紧啦，甲吸回答，安尼呢？这真正呢是甲这个慧命啊，都会卖不掉去。所以呢，啊，真可惜，这个人才有才华呢，啊，就是呢，和这种的习气，该卖不去啦，卖不掉去，就是阴气的意思。所以，每个。爱欲水，这嘛都爱呢。一股的力量，甲水抽乎完啦。那爱个有一股的力量啊，灭尽悔悔哦，生悔的了完啦。
林嘛去火烧起来时，要灭这个火都无简单啦。所以呢，咱点啊讲啊，消防队是怕火英雄啊。其实呢，咱家己啦，定定爱预防，所以一个在消防。消防呢，就是连那个生火啊，安尼一起来都赶紧给它消掉去吼。但是呢，万一啦，咱伫现在，咱的湿气呐也够有的是，咱爱赶紧把咱的元灵呢，紧提起。咱已经是向佛菩萨忏悔啊嘞，咱敢通阁还呢？我已经在大众中忏悔啊，我都讲要改啊，我敢会当阁还呢？所以这个力量呐，咱家己爱有这个愿力，那这个愿力才有法度呢，直教万动，甲爱欲罪吼灭尽灰灰。各位学佛啊，就是要学的呢。咱爱预防咱的心量，咱爱时时忏悔，在人群中呢，生活中啊，咱爱时时感恩，人人感恩啊，咱爱当时时感恩心啊，自然咱对人人咱都有敬重心，咱对人人若有敬重心呢，咱时时都保持着迄份清净无染的大爱，要那无呢？咱那好迄个疏爱啦、疏情啊，这种污染的爱欲呢，迄、那个水呢，都真紧把咱淹落去吼、哦。所以时时爱虔诚啦吼，那、哦、爱感恩、尊重、爱，好吧，各位。真正爱时时多用心，爱时时自我克制吼，提起了虔诚的愿力来，好吧，多用心啊。